西瓜加面包。收拾好了啊，出发了。这次2000公里就把机油换了。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搭个帐篷，那边还有个卫生间啊。今天在县里面买了一些蔬菜，然后买了一包蒜蓉辣酱，等一下洗了之后蘸着吃。已经饿了，饿得浑身没力了，现在就开始吃了。面条煮好了，让它焖一会儿，让它凉一会儿。蒜蓉辣酱有点带着酸酸的味道，不好吃。面里面再给它放点老干妈。可以。
稍微有一点点咸。